首先是止暴制乱，暴的我们要严厉的去惩罚他们，那个乱的好多人不明白的要向他们解释啊，为什么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。中央说对特区有信心，让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戒烫的那个风波，是每个市民都应该第一个是发信止暴制乱，